韩蒙汉八旗大臣官员相关人等鼓动上殿，韩安就位。接旨，朕蒙蒙古科尔沁部台吉乌克汗。
族，成吉思汗嫡系子孙，其妹海兰珠敦和娴雅，励志淑德，朕金马之为东宫大福晋，你是朕后代蒙古驻部之意，清城平身。汉王有旨，东宫大福晋，海兰珠上殿。
的是村子，可是满族独有的舞蹈。满族妇女所穿的高跟木底皮鞋，俗称寸子，穿上寸子鞋跳舞，袅袅婷婷，婀娜多姿，有着风摆杨柳般的独特风韵。
当家里一展演海兰珠婚嫁皇太极为您表演完了。他们是由沈阳演艺集团旗下的沈阳京剧院、沈阳曲艺院、沈阳歌舞团、沈阳曲艺团、沈阳话剧团、沈阳市艺术学校的演职人员为大家表演的。谢谢您的观看。好，各位游客，现在我们的演员向您做谢幕的表演。这是街舞，这个是哪了？就那个下去那个跳街舞。